首先在这里要多谢所有歌迷啦，因为他们真的很有心来到澳门这个场馆和我庆祝生日。今天其实比较特别一点，我们的庆祝的形式就是以一个音乐会的形式进行，就是唱了我历年的唱片里面好听的 sidetrack 的歌啦。歌迷就很开心，我很多谢他们今天真的特地来到澳门 support 我。但是今天很多入场观众或者很想聽翻呢啲歌品，其實都唔使失望嘅，因為我哋已經將佢拍低咗，好快就會推出 DVD 啊！咁大家可以喺 DVD 裡面再重温我啲歷年嘅 soundtrack 作品啦。剛才就有歌迷在台上問我2019年，即是明年會不會有演唱會，其實現在就未知道的，不過我自己有這樣的打算，有這樣的預算，希望19年可以開演唱會，因為對上一次都已經差不多是好像是兩年前的事，我覺得都差不多是時間了，是的，有可能的。其實是很開心的，因為即係佢哋覺得好開心啦，呢個 party 咁，同埋覺得啲歌好啱聽啦，咁所以我都其實一般嚟講我都好心軟嘅，我都會走翻出嚟再唱多幾隻歌嘅。